那你有没有戏曲的这个味道，有没有这个韵味，有没有这个风格，就全部在于这个小甩音上面。轻轻地，听到了吗？轻地哒哒哒甩出来。其实甩音同学们一定不要拖泥带水，甩音是很干脆的，对吧同学们，我们的甩音是很干脆的啊，它不是轻轻地，这个也唱了，哆也甩了一下，但是甩得不干脆，没有力量，对不对？哎，拖泥带水的感觉，这个是不能要的啊，咱们要甩得干脆。轻轻地想一想啊啊，好不好听？想啊啊。好，我们的书呢59元是一个新人保障价格啊，新人保障的价格，同学们还没有书的赶紧去买啊，这个书不是59元的这个原价，现在是优惠价啊，原价应该是在100左右的啊。